兄弟可能也没什么办法吧，死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了。他妈尬的喂，给他发消息他都不回的。他刚刚在那看手机，我给他发了个消息，问他在干嘛，回都不回我。一般我处理这种人，我就直接把他拉黑。你们快跟 Galway 说一下，我已经微信把他拉黑了，不然你们让他给我发个信息看一看，他会显示出你已不是他的好友。我已经把他拉黑了，真的，Galway 已经被我拉黑了。我这里一般不回我消息的，我全拉黑。小段人呢，兄弟，我现在满全身的怒火，找谁释放？兄弟，二连跪，本来是一波九连胜、八连胜还是九连胜呢？遭到一波二连跪，有点小可惜。再打训练赛啊，再打训练赛的话，那勉强接受了吧，只能勉强接受了。什么屌东西？他这个在打什么屌训东练西？赛，好像是的，4AM 不是小段什么意思？换个号人没了。他把我拉黑给我扒，他把我拉黑了，我他妈去他家揍他的呢。反正他现在腿脚不方便，弄死他，跑都没得跑。那我只能关门了，兄弟们，他这波来揍我，我好像真没办法，我动都动不了，搁家瘫痪了我，只能喊一下克里斯关一下门。你们说说 Godwell 啊，在打训练赛，他还要拿手机，他要玩手机，他要不是俱乐部老板，我把他一个月工资给他扣了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怎么能打训练赛的时候去看手机呢？你看，他又在看，又在发，扣他工资，跟他们的那个老板说一下，扣他的工资，他是老板就只能自己扣自己了。没好友，陈天军，没好友是什么意思啊？被杀晕了。他来了一句"没好友"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才刚刚双排过的。Godway 这盘绝对一个都杀不到，你们信不信？他这盘他的心已经不在了，他的心已经被我勾走了，你们知道吧？他现在心里就想着全都是我，他现在这盘不可能杀一个人，这盘一个人都不可能杀，你们好好看，信我。看见他给我发啥啊？他让我去玩 FPP，兄弟们，我 FPP 玩了以后就直接能吐出来的那种。上次玩了以后，人都转晕了给我，因为我玩吃鸡喜欢左看右看，他那个就不让我左看右看。我要拖板，我开始。哎，还叫托腮板？我可以给你兄弟，来吧。八百给我，我 scar 无所谓的。八十，不会玩二倍就不要玩。你会？啊？哎，不对，给我拖板。你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回微信。等旁边有个摩托车开过去了。
这摩托车在天上飞，兄弟。国豪，国豪，不是。我们来盖这两个标。我会想他们的摩托。兄弟们，说实话，不是我不想斗地主，他妈自豪今天的最后3000斗都已经被自豪输没了，一天最多100，今天已经100过了，不可能有第二次100。领一下，2500斗，留着明天玩。没斗了，关键是没斗了。最主要这波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看 Gardaway 怎么被虐。你们真觉得他这盘能杀到人？你们不会真觉得他可以吧？你看他3秒一低头，2秒一右看，等他等下杀人的时候，我疯狂微信弹他，他那个眼神哦，绝对不集中，他一定会有0.几秒的思想是在看那个手机的。我也是这样的，他因为他这个手机就放在他键盘那里，他现在的那个眼神是眼观八方，你知道吗？就等他等下要打架的时候，我疯狂给他发表情，一波袭击偷袭。现在先不着急，先埋伏，等他开始打架，我就疯狂给他弹信息，实在不行弹个语音。他反正训练赛，这不是比赛吧，兄弟们？训练赛应该无所谓的。有延迟的吗？没多少延迟，10秒钟吧。他打的时候，对吧？打的时候他最多10秒延迟，打的时候肯定不止10秒的呀。有扩容就行，他妈扩容了没？我已经挑选好头像了，兄弟们，我已经挑选好表情包了，就等他这一波去送。你看我现在又给他发了一条，我看一下他多少延迟，3、2、1、5、6、7、8，他差不多就10秒延迟，他可能10秒延迟都不到，他最多10秒延迟，8秒吧，应该是个8秒到3秒的延迟，中间选一个时间点。对，他八秒或者3秒的延迟，兄弟们，等他开战的时候直接弹他，这一波语音弹一下，直接丢，兄弟们，他说什么我们都不看，不管怎么喷我们，我们都听不见。他怎么把车开走了？他延迟很少，延迟很短，很短，很短。怕的就是我游戏开了就骚扰不到了呀，兄弟们，这是最恐怖的。我游戏开了，他还没有开战，4AM 竟然不上去干别人，顶上去啊！看能不能把这 4AM 不是人见人怕的战队吗？上去干呀！不往北追的话就逮谁杀谁 ，PUBG 的杀神队，慢慢打不着急，周围没人了。中心点没人的，你看他又在看他的手机，再跟他聊一聊，学习学习你的技术，好像还可以。没到，他有人打他，然后我现在给他发一条信息，先试探一下，瞄了一眼键盘，应该是小地图，他没有看手机，不对劲不对劲，哦，看了，没看，没看没看，为什么他的？没听错吧？他现在很集中，兄弟，直接把我无视了，应该啊。划过来了，是的，划过来了。哎呦 ，Gardaway 很集中，兄弟，这波完全不看手机，完了，队友杀人了。他这波只要敢下这个坡，他包死，兄弟们。杀 Gardaway！哎，他的队友太猛了，真的！我打游戏有这么猛的队友，那我也行啊，我上我也行啊，对不对？
这我打游戏有这么猛的队友，我上我也行，他队友杀光了，他就是在后面捡尸体。你看，扫扫门。我听到这个房里有个人，老子一直不敢乱动。我先看一下我选什么这盘，这边选了个新 AD， 新 AD 的话，万豪加新 AD 的话就没意思了呀。算了算了，卡莎吧兄弟们，别的 AD 玩的有点多，最近突然想玩卡莎。打了我中一枪，我被这边打了两枪，这边人可能拉出来了。我看山顶也没人啊，我拉山顶还没去了。他们可能会往这边拉过来。他是不是双屏的呀？他左边是不是还有个电脑屏幕啊？应该是双屏的。他怎么又在冲？说太多，说太多都没用。他的位怎么样？这盘都不可能杀人的。单挂了，不管你们了。抛弃队友了，我操！直接来个不管你们了。不管队友的后果，兄弟，就是一个人被四人包夹，孤军奋战。Gadaway 这一波操作，脸突石头阵，车直接滑走。兄弟，他这波操作难道真的是他妈专业的职业选手吗？怕 PUBG 的职业选手 Gadaway 车都不会停。现实中没驾照我是知道的，你这个绝地求生驾照都没有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最后十秒钟。不是五十三个人，五十三个人看着挺多的呀，怎么都没枪声啊？他的周围。你们卡，别死啊！下圈还打架的。哦，一枪，两枪，哦，射，爆射，哦，爆射，爆中，哇靠，还可以。对面那个人的走位被他。逼他计算到了，兄弟预判，难受，兄弟们撤了。